大家好啊！喂 ，hello 大家好，系啊 ，hello 大家好，我哋第六十集啊，冇错，系啦，60集 Gadget Live 咁啊，唔经唔觉都储咗60条片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睇翻我哋之前 Gadget Live 嘅内容咧，咁其实可以去翻PCM 嘅网站啦，咁里边咧都你会见到个网站嘅右手边咧就会有一条巴咧就储齐晒我哋咁多集 Gadget Live 咧之前嘅内容嘅。如果大家想重溫翻嘅時候咧，可以去嗰度揾翻嚟睇啦。好啦 ，Martin Eric， 咁啊，今日我哋講咩題目？今日好多內容喎。哇，今日超級豐富，係啊，三大樣嘢。不過咧，我覺得咧有一樣嘢係最緊要嘅，就係都好關大家近排 work from home 嘅嘢，就係視像會議嘅 software。而呢個 software 點解咁多人講咧？即係 Zoom 啦，咁多人講咧，就係因為佢近排即係俾人挖咗好多。關於 security 嘅問題，係即係呢個 Zoom 嘅軟件都好明顯睇得到，即係上得快又跌得快啊！冇錯，咁啊，因為呢、這個我諗個疫情關係啦，咁啊，即係無論香港好或者全世界好啦，咁啊，即係你無論在家工作好，在家上課好，咁啊，大家一講就好直接，喂，用咩啊？用 Zoom 啦，咁樣。即係我個感覺就係其實好多人可能未必話真係識得用而推薦你用 Zoom， 只不過你用啊，咁你講我就用啦，咁即係好快就傳咗，即係嗰個用戶數目啊，即係由幾千萬上到去最新好似係2亿啊，咁其實都係呢個零月嘅事，三個月嘅事咯，係啦，咁所以就即係進化得好快，咁當然啦，多人用咧就自然即係多問題。咁啊，最近呢，我諗呢個零兩個禮拜啦，咁啊好多即係咁巧嘅喎，即係一有起事上嚟咧，就大家就挖出好多問題出嚟，差唔多每日咧都會關於 Zoom 嘅一啲嘅保安啊嘅一啲嘅比較負面嘅新聞。呢個禮拜日日都有。係啊，每日都有，而嗰啲問題都唔係嘢少嘅喎。其實我頭先我想講咧，我哋頭先咧開咗一個網上嘅記者會，係啦，啱啱 live 之前就開完啦。就係指定用 Zoom 做呢個平台。唔係，即係講翻頭先咁啦，講翻轉頭啊，其實真係大家可能用完，跟住或者就參與過用 Zoom 嘅一啲 video conference， 嗰啲覺得佢其實都幾好用啦，都幾易用啦。咁啊，你自然就會推介人用，或者自己都會用。即係變咗，所以嗰個用戶數目就儲到2亿咁。好快啊！同埋即係譬如我見啦，譬如屋企有啲小朋友啦，咁咪學校指定，喂，聽日或者下個禮拜要。在家學習啦，用 Zoom 上堂，咁你一傳30啦，老師一個 order 就係嘛，即係你變咗好快啊，傳得好快。咁當然啦，我哋好彩啦，即係我哋 day one， 即係我哋引入呢個視像會議系統，我哋揀咗 Cisco 嘅 Webdesk 啊，係啊。咁其實有啲淵源嘅，即係 Webdesk 同埋呢個 Zoom 咧係有啲歷史嘅關係喺度嘅，係啊。咁其實就係因為咧 Zoom 個創辦人啦、元徵啦 ，Eric Yuan， 佢其實本身咧就係喺Webex 嘅團隊入邊做嘅。應該佢如果冇記錯，佢天字第幾號員工嗰啲嘢，好早期。好早期嘅，係啊。咁跟住後屘就 Cisco 就買咗收購咗 Webex 啦，係啊。咁佢順理成章入咗Cisco 啦。咁做咗一排之後咧，就發覺喂，其實原來呢個視像會議可以更好用嘅，於是佢就自己再去。另外創立了 Zoom 呢件事啊，咁後屘仲揾到我哋阿成哥投資添。成哥有成哥加持，所以大家都用。係啦，原來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原因。咁當然啦，咁當大家去睇翻究竟呢個CEO 即係Zoom 嘅 CEO 阿袁徵嘅背景啊咁樣咧，咁大家就發現，咦原來佢中國人喎、咁樣即係跟住你又會發現，咦好多嘅保安漏洞會唔會係即係同中國有關咧咁樣啊嚇？係啊，即係譬如最近有一單就係話原來佢用咗一啲雲端嘅伺服器，咁原來嗰個伺服器咧就喺大陸嘅咁樣嚇，咁即係雖然佢都公開講過就話其實就唔係話因為要將啲資料擺上大陸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係突然間太多人用啦，咁佢嗰啲雲端伺服器其實都係派咗去一啲，即係用嘅時候其實都係會派咗啲比較就近你嗰個 IP 個位置嘅伺服器，咁就將一啲比較近就指咗去大陸咁樣，咁又唔係專登咁做嘅，亦都唔係全部數據翻咗大陸嘅，咁但係既然出咗咁新聞咧，大家就有個懷疑啊，或者擔心啊咁嚇，亦都另外亦都出現過一啲新聞，就係話譬如有啲
Webdesk 嘅資料啦，咁啊可能俾一啲黑客攞咗啦，擺咗喺啲 third party 即係第三方嘅網站去兜售啦，咁樣亦都出現過有啲開緊會嘅時候啦，可能細路仔上緊堂啦，宋半明係啦，咁有啲唔知咩人走咗入嚟搞破壞啦，即係 show 啲不雅嘅嘢或者嚇親細路仔嘅內容啦，咁樣咁即係諸如此類嘅動作啦，咁啊令到即係。我想現在暫時是台灣啦，台灣那個禁 Zoom 那個動作是 最大的，咁其次美國啦，美國一啲大嘅企業啦、大嘅公司啦，其實都或者係啲政府比較敏感嘅部門啦，譬如國防部啊呢啲啊，咁都出咗指引就要暫停用呢個 Zoom 啦，就唔好用啦咁樣。英國都好似國防部都係禁咗用嘅。係啦，咁其實香港都有動作嘅，即係譬如呢個政府呢、這個Hong Kong Shirt 啦，都出過一啲聲明啦，嚇、啊。即係教大家如果冇叫做係十招嘅一個預防即係點樣可以用 Zoom 用得更安全嘅指引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跟住就好似今日香港大學都出了一個指引俾佢啲學生，就係話用 Zoom 咧，就一定要用佢嘅升高 sign on 咁先至係叫最安全嘅。升高 sign on 即係即係因為佢哋係一啲嘅enterprise 嘅 account 啦，咁所以佢哋係可以 integrate 咗落佢哋學校嘅系統度咧，咁佢哋就學校嘅 email 咧登入咧，就可以一次過就用曬，唔使再用自己嘅 email 啊密碼去login嘅。即係其實你就變咗係學校 email 個群組先可以裝得入去啦，係嘛？即係佢嗰種係付費嘅一個服務啦嚇。如果免費版咧就唔係嘅，我見免費版其實你任何登記一個 email 咧都可以開一個conference 嘅房啦，咁啊入到落去。因為其實我睇翻最近好多關於 Zoom 嘅新聞啦，有啲其實係個用家本身set 嘅一啲保安嘅。層次咧就 set 得比較低，即係可能佢開間房冇密碼，或者係公開，即係唔係擺煙圍咁樣，咁變咗好多時就有其他人撞咗入去。咁當然啦，其實個系統設計容許你咁樣做咧，都係有漏洞嘅，即係佢唔夠高。即係如果譬如好似 Webdesk 咁啦，基本上一定係要擺煙圍啊，先可以揾到間房啊，嚇。咁就變咗呢方面咧，其實就大家有啲唔同咯，我自己覺得就係話當然你每一個用戶其實即係要有一啲良好嘅習慣啦嚇，即係 set 翻啲privacy 啊，或者係即係其實任何視像會議你可以個麥啊，或者係鏡頭你可以 default 係 off 啊，人手開啊，即係呢啲嘢其實可以做嘅。咁但係就始終你用 Zoom 嗰個用戶群即係上得太快嘅，即係短時間咁多人用，其實係咪每一個人都 educate 咗去識去用咧？大家都可能係咁，真係好難咧。同埋你好多細路仔用啊嘛，譬如我哋嗰啲上課嗰啲，當然你話咁其實細路仔上堂嗰啲資料都唔係太過。敏感啫，你唔係啲國家機密啦，咁樣都冇乜價值。咁但係你懶不妨可能即係攞咗你啲資料，或者攞咗一啲人名啊，或者其他嘢咧去做其他嘢噶嘛。但係其實好多人就嗱，而家 Zoom 就有一個安全問題啦。其實好多人就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咁繼唔繼續用落去咧？即係你，但係呢個問題咧，我嘅答案就係 yes and no 嘅。即係例如好似你講到大企業，即係。已經講咗話唔用嘅 Google 啦、SpaceX 啦，因為呢一啲咧，佢哋係牽涉到佢哋 video conference 咧，係講好多商業機密啦，嗰啲產品設計啦，這個咧就有機會流出去嘅咧，就是、經 Zoom 流出去咧，就可能唔用啦。但係例如你話喂學校頭先你講個名單啊，如果名單呢係重要嘅，所以都可能未必用。但係而家有陣時，喂我見有啲朋友。其實是用 Zoom 嚟到同人吃飯的係係啊 ，Zoom 同人Happy Hour 係啊 ，Happy Hour 嘅係啦，即係咁樣嘅甚至而家有啲瑜伽班都是用 Zoom 嚟到上堂嘅，即係呢一啲咧，其實可能是 OK 嘅，我會覺得。喂，但係都應該有啲嘢要注意啊！你嗱，你咁講，我哋話 Happy Hour 啦，又上瑜伽班啦，咁一定會暴露咗你嘅屋企嘅狀況，即係屋企嘅。一啲私人嘅嘢啦，你都係屬於你嘅私人啦，係啦，即係好似你嘅 location 唔可以俾人
俾某某言俾其他人知啊？喂，咁會唔會有啲咩方法可以預防一下咁樣？你覺得？其實喺睇翻 Hong Kong Shirt 嗰啲指引咧，其實都已經係包得幾足嘅。即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啦，即大家可能行多一步就已經可以避免到呢啲問題啦。即例如喂落翻個密碼啊，落翻密碼。仲有就係個預備，好似係個預備房啊嘛，有一個係。即係用多啲呢一啲嘅功能啊 ，disable 嗰個sharing 啊，即係 user 嘅即係其他參與者嘅 sharing 啊，咁樣其實可能都已經夠嘅。嗯，因為其實睇翻而家好多問題咧，就係 Zoom 嘅問題，其實就係、是、即係例如好似尋日爆咗段新聞，就係話有10,000条片流咗出嚟啊嘛。係啊。其實呢一個唔係關 Zoom 事嘅，一半唔關 Zoom 事啊，因為係啲 user download 咗嘅片。再 upload 翻去，只不過係因為佢嗰、那個檔案命名嘅方法實在太容易俾人估啦，咁於是啲人就可以睇得到啦。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係有陣時大家做多一步啦。係，即係最緊要就係安全為上。係啦，即係唔好驚我趕唔切入嗰個會議室。係啦，我就做，即係我喺我可用 Zoom 開呢、這個。video call conference 嘅時候，我 set 好曬。即係當然有好多企業啊，或者我見最近呢個禮拜啦，呢一個星期啦，有啲家長可能都睇好多新聞嘅報導，即係講 Zoom 嘅問題啦。開始驚啦，咁又都睇到台灣嗰邊嘅一啲聲明啦，甚至乎即係台灣教育部都出聲叫啲學校，台灣嘅學校就喂唔好用 Zoom 啦咁樣。咁而香港有啲家長咧，可能都見到佢哋啲小朋友每日都用 Zoom 上堂咧，就有啲擔心啦嚇。咁啊，我都聽直情我自己都接觸過啲家長，即係都問我：喂，會不如大家聯署俾學校用，叫學校唔好用個 Zoom 啦，咁樣叫我幫手簽埋一份名啊，咁樣。咁我就話，其實問題就係話，其實香港好多學校咧行得係。很被動或者很慢、即你看回即疫情初期二月三月的時候、有些各學校或者大學啦，大學其實一直都有用的，是就不是今次的，咁有些中學、啊、或者小學就開始用，或者有些私校開始用啦，咁就傳下傳下就很多學校都用。其實大部分學校呢是三月尾，即三月第三四個禮拜才開始加入去用，係嘛？咁啊，佢哋到而家其實講緊都未夠一個月啦，而家都係4月嘅第二個禮拜，四月頭啦，未到四月中嚇。咁頭尾都未夠一個月，咁其實好多學校咧就佢哋由唔做視像會議上課到改用 Zoom 咧，都經過一輪嘅，我諗唔好話掙扎啦，即係我諗一輪嘅開會啦，或者要老師痛苦期啦，老師本身要。適應同埋接受呢一樣嘢啦。其實即係佢哋用視像去上堂，唔係行上，即係同佢行入課室上堂，係啦，係差好遠嘅。即係備課嗰啲可能係你都係要做，但係究竟我喺備課中我用啲咩？但係個技巧好唔同嘅，係咯，用技巧啊，即係你喺課室啊，一對30個學生一眼睇曬咁樣，每個學生做啲咩動作，你可以睇到佢。冇錯。但係呢個 Zoom 一對30，你都唔知道個細路仔喺度做緊乜。所以通常佢要佢哋開 cam 咯，開 cam 就睇住，喂邊個邊個。但係你睇唔切㗎嘛，係嘛？即係你喺個 cam 度睇30個細人頭仔，同一個課室一眼關七，真係好唔同㗎嘛。同埋啊，你究竟點樣剔到嘅 cam 人士咧？係啦，你個技巧即係同埋你點樣掌握個節奏？譬如我同 A 同學講緊嘢喺個 Zoom 度，哇！跟住其餘嗰29個就可以瞌眼瞓啊、打機啊、做其他嘢、食嘢，乜都得㗎咯喎。我相信咧，有啲咧應該都係咧開咗之後就係打機啦、食嘢啊，同埋。黑眼瞓，系咯，我都睇曬啦。唔好相信啦，我眼見之，啲細路都係咁，都係會即係搞震噶嘛。咁即係個技巧亦都好唔同。我覺得當幾個禮拜適應咗 Zoom， 跟住大家又嗌喂，不如唔好用咯，咁樣用第二個啦。咁即係可能又要搞一排。咁如果個問題不大，我相信學校咧又未必話會咁快轉啊。嗯。
啊、即雖然坊間或者即我哋見譬如Cisco 嘅 Comdesk 啊，或者係Webdesk 啊，或者係其他好多即Microsoft 啊，即好多唔同嘅視像會議嘅 solution 啦、啊、咁、啊、但係我諗 Zoom 都會有一段時間咧，即繼續仍然係多人用嘅。咁啊，正如阿 Eric 或者阿 Martin 講啦，即可能大家都要了解多啲嗰個設定同埋保持一個好嘅習慣，咁就保障多啲自己咯。咁其實 Zoom 本身佢哋自己都開始知道個問題喺度，佢哋做緊嘢嘅，即例如啊，佢哋個 CEO 就話90日要俾90日時間佢哋暫停開發新功能，專門做好佢哋嘅 security 啦。同埋佢最新咧就係、是、請咗個security 嘅顧問，呢、這個係之前 Facebook 嘅security officer 就係 Alex Stamos。咁咧佢就係、是、其實佢係一直都喺 Facebook 度做安全顧問啦。咁之後就離開咗2018年離開咗 Facebook 之後咧、就去咗Stanford 教書。咁就點解佢會接咗呢個 job 嚟到做咧？即新聞就話，原來佢有個8歲嘅女，佢個女都係用 Zoom 上堂嘅，咁、就覺得喂好大鑊喎，切身問題，所以出山，係啦，切身問題，所以出山，係啊，咁所以大家就即俾90日時間佢，睇下會唔會有改善啦，係啦嚇，冇90日時間都係換咯。係咯，轉咯 ，Webex 啦，或者唔係即係如果大家可以試，咪可以試多兩個得試試又冇問題嘅。咪即係頭先你講到話，喂學校由零開始轉到去用視像會議，跟住其實如果你轉其他都可能會有啲容易嘅，即係起碼行咗第一步先。起碼佢嗰個技巧，即係我自己見，如果係學界咧。最大的難關咧就係老師肯唔肯用，同埋老師點樣係啦習慣對住個鏡頭講嘢，掌握翻上堂個節奏。呢個 technique 咧係佢哋個阻力嚟嘅。而家你呢樣嘢掌握得到咧，你用 Zoom 好，用Webdesk 好，或者用其他視像會議咧，理論上都一樣嘅啫，即係對住個 webcam 去做嘢嚇。咁當然可能唔同有少少唔同，即係可能一啲 add-on 嘅功能啊，可能啲screen sharing 啊，或者啲whiteboard 嘅功能有啲唔同啦。但係大致上咧，即係對住鏡頭講嘢啊，大家點分享啊呢樣嘢咧，就應該差唔多嘅。係。喂，好，我哋即係 Zoom 呢樣嘢，即係大家糾纏咗大家好耐啦。我諗即係去見到影響都有嘅喺度，咁啊就睇下佢哋喺呢90日內。究竟可唔可以搞到個 security， 即係令到大家可以安心去用，或者我都係唔安心嘅，咁啊，梗係賺錯啦。試下其他啦，係啦，其他。即係當然我都覺得即係唔係話即刻可以轉嘅，即係譬如學校唔轉，你想轉都即係聯署未必有用啊。係冇錯。咁但係如果你自己一啲唔同嘅群組啊。可以自己話事嘅話，咪大家試下其他咯，試下其他，即係嗰啲瑜伽班啊，或者音樂班啊咁樣都可以試下其他咯。冇錯。喂，好，咁啊講完 Zoom 喎，咁咧其實之後嗰兩單就應真係等阿 Lawrence 洗 solo 啦。點解咧？就因為佢今個禮拜咧玩咗兩樣嘢。咁第一樣咧就係 Samsung 嘅 8K 電視，咁第二樣咧就係一個 Sony 嘅 Justia 嘅耳機，咁耳機啊，呢個係一個 update 嘅版本嚟嘅喎，係嘛？好啊，嗱，咁我就準備少少嘢先啦，係啦，喂，換一換器材。喂，準備嘅時候咧，喂，不過再兜翻轉頭講下 Zoom， 你覺得唔用 Zoom， 即係除咗用 Webex 之外，再推薦多一個？其實咧就邊個啊？Microsoft Teams 咧係都係 OK 嘅，同埋咧嗱 ，Google 其實都有一個Google Hangout Meet 啦。其實 Google 佢話自己唔用 Zoom 咧，係都幾好笑嘅，因為佢本身咧佢從來自己已經有其他嘅，呢個一個笑話嚟，因為佢自己啲員工喺度用 Zoom 啊，係啦，但係自己唔用喎。但係佢其實員工自己內部溝通咧係用佢用自己嘅Hangout Meet 嘅。但係佢哋可能同外邊嘅人開會咧，就係會用 Zoom 嘅，所以佢哋咁咪轉翻曬用佢哋自己內部嘅工具咯。咁你俾我揀咧，其實我都係揀 Cisco Webex 啊，因為我自己用過啊。係 OK。即係我哋做過咁多次，即係之前我哋做嗰啲咁多次嘅節目，我哋都係我哋譬如喺
街，我自己喺街，其他同事喺街，我係用 Webex 翻嚟，即係可能一齊去做啲 chat 啊，或者試嘢啊。其實 Webex 嗰效果都係唔錯嘅，係 OK 嘅。同埋佢真係因為Cisco 關係啦，佢哋係好 concern 個 security 啦，即係所以佢到而家為止都仲未爆出類似 Zoom 嘅安全問題。即係我覺得 security 緊要啲，我哋難用咧都係學一陣啫，係咪先？係啊。喂，好，睇到阿羅已經準備好啦，我哋轉翻去嚇 Samsung 係嘛？好啦，咁我唔該曬 Baby 先。咁我就走先啦，大家繼續走下啲 product 嘢啦。好，我哋咁啊，頭先 Zoom 個話題可能就都比較 serious 啦，係嘛？冇錯嚇，咁但係就我覺得，如果大家日常即係無論自己好或者係屋企有親人或者小朋友用緊 Zoom 都好咧，都要注意一下嗰、那個安全啦、啊，網絡安全同埋如果自己可以做到嘅範圍就係留意翻一啲設定啦、啊，或者趁而家即係提高自己網絡安全嘅意識啦、啊，因為即係近排嘅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大家可能上網買嘢或者上網去做一啲嘢嘅時候，都你嘅個人資料其實都暴露咗。因為當大家唔出街，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其實經過今次之後咧，就算將來嗰、那個市況啦，即係回復正常，即係個疫情過咗之後咧，其實個習慣大家養成咗之後咧。只會有更多嘅你嘅日常生活嘅作業咧，轉移咗喺網上面進行，即係無論係我諗係除咗食嘢之外，食嘢都可能會變嘅，即係當然食嘢入口嘅動作你唔會變，但係你可能會叫多咗外賣 app 啊，用多咗外賣 app 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其實會習慣咗嚇。或者網上購物啦，這個更加明顯啦。即係當大家原來咦上網買嘢都 OK， 同埋因為開始越嚟越多嘅商店啦，一啲啲品牌自己本身啦，都會係透過呢個零兩個月咧，我諗你未來四五月會見多好多 online store 嘅。咁當佢哋啲 online store 開咗之後，唔會話個疫情過咗就接埋噶嘛，咁啊會 keep 住行。所以就未來上網嗰、那個日常生活的應用咧會多了很多，咁啊呢樣嘢即係咁保安的習慣啊，一些習慣，即係譬如要記得 lock in lock out 啊，即係呢啲咁嘅小習慣咧、小動作咧，要兩步驗證啦，習慣啊，係啦，咁啊頭先都係啦，我睇阿大 J 個 YouTube channel 俾人 hack 咗，咁即係佢都有開兩步認證嘅，咁但係都有機會俾人 hack， 何況好多人其實就喺 Google 就冇開兩步認證。係，所以真係有啲嘢好緊要。係啦，因為當啲電郵户口啊、啲 login 越嚟越重要嘅時候咧，咁啊大家要更加要小心。嗱，你頭先講到我哋喺屋企，喺屋企多 work from home 多，咁啊，即係屋企有咩最容易啊？電視機啊！係啦，嚇咁樣，即係我相信今年其實呢幾個月咧，大家屋企部電視係開多咗好多時間。係啊，使用時間係啊，即係都飆升啊！簡直即係以往我哋仲話，個個睇住手機，成日出街搭車嘅時候睇手機夠啦，有幾可開屋企部電視啊？咁啊，正正呢兩個月咧就情況大逆轉啊！尤其是最近呢幾個禮拜，冇錯。屋企部電視咧就好唔得閒，真係好唔得閒。係啦，咁啊，朝頭早起身即係六七點咧就起身呢個種嘢啦，係啦，收成啦，收成種嘢，收成啦，一路掘啦掘啦咁樣啦，咁啊真係咁啊玩即係玩動心啦，咁啊咁就由朝頭早一路玩到夜晚，夜晚又可能睇下電視啊，或者半夜再夜啲睇下 Netflix 啊咁樣。即係你個夜晚嘅時間就係你嘅係啦，即係我翻到又睇 Netflix 啊，咁日頭我翻咗工咁啲細路啊，咁啊喺屋企又動心，由朝玩到晚啊咁樣，即係咁啊電視嘅時間開咗好多。咁所以今年都即係雖然話有疫情啦，咁但係即係啲新嘅產品咧都。等唔到其實三月份嘅時候都好靜咗一排啦，咁但係去到四月份咧就都要出嘅，咦含含咁出啦，我哋PCM 嘅編輯部都堆滿曬啲 new product 啦，咁啊等測試啊等開箱其實好多好多，咁啊今個禮拜都有啲譬如電視啦，咁啊以往嘅電視如果每年個新款咧都會做一啲比較大型嘅
產品發布會啊。咁今年就做唔到啦。咁就其實Samsung 呢個 8K 嘅電視啦，即係呢個阿 Martin 啱啱喺CES 啦，即係今年唯一一個開到嘅科技展啊。是唯一啦、啊，真係唯一啦、啊。係啊，啱啱啱啱俾你開到。嗱，我希望嚟緊仲有嗰啲可以開翻，係啦、啊，但係預計可以開翻。但係最快都要去到呢個 moment 啦。預謀以外都要九月啦，係啊，即係九月 iPhone 未講，Computex 就講咗話九月，但係都係初步反應啫喎。原因就係、是、未知，同埋就係 Computex 即係以好多電腦廠商為主啦。嗯。其實電腦廠商的取態是成 skip 了這一屆的，出年六月再見的，所以就很多未知之數，我想他們都有自己的考慮的，或者可能即大家都覺得剛才說其實賣東西可能即是零售，是啊，可能少人行，其實九月的問題就是你說到IFA 的問題，因為IFA又是九月的、如果九月的市場是復甦即正常回呢，而IFA不改期呢，正常的電腦廠商都會 plan 咗過去德國做 IFA 嘅、嗯，因為喺成個歐洲市場都大噶嘛，即係而家歐盟個市場。冇錯冇錯。九月佢哋係唔會甩嘅，即係平時 plan 好曬噶嘛，一月、六月、九月個時間很好嘅。係。咁第一 computer 改到九月咧，咁究竟佢哋留翻喺台灣好啊，定係過去德國打好咧？咁所以就有台灣的廠商就不如你 skip 咗佢啦，所以就有呢個考慮。咁當然九月搞唔搞成都未知，未知，所以就觀望啦。而家唯有睇咗一月份係啦，就出咗嘅嘢，咁啊係啦，都陸陸續續嚟到香港啦。係啦，嗱咁Samsung 嗰部電視就當然我就冇實物喺度啦，因為今年呢個 8K 電視都比較巨型嘅嗰個寸數下咁啊。以最我諗最旗艦嗰部啦 ，Q950TS 啦叫做嚇，咁就有75寸同85寸兩隻啦，咁即係等於就阿 Martin 喺CS 見到無邊框嗰部啦。係嗰部真係好勁，我行埋去覺得哇，其實真係好薄啊！即係我尋日睇完個實物啦，嗱阿同事可唔可以幫你 Q 翻我嗰個 cam 位？我哋要。HDMI 2啊，係啦，可以播條片俾大家睇下先。好，我過嚟幫幫手先。Video 嗰個位啦，播條片俾大家睇下。係啦。呢個應該係。好。咁咧，佢嗰個邊框咧，其實就係得2.5mm 嘅啫，嚇。即係如果你話以一個85寸嘅電視咁大部，如果條邊係得嗰2.5mm 咧，即係你可想而知嗰比例上面根本嗰條邊咧喺成部電視上面咧就只係佔咗一個好少好少嘅部分嚇。嗱，而家大家喺畫面見到嘅咧，呢一個咧就係嗰條邊。咁嗰條邊咧今年就比較特別嘅，即係佢正面睇嘅時候咧，其實就好似一條線咁薄啊，即係嗱，譬如好似而家呢個畫面啦，呢個角位你見啦。而家正面睇咧。其實是很薄很薄的一條線，咁佢中間嗰個黑電視邊嗰個黑邊框咧，就係嗰個2.5mm 個位，係好薄啊！係啊，所以件實物真係好薄。所以嗰個邊框咧，除咗呢條不鏽鋼邊之外咧，其實電視屏幕上邊嗰條線咧，都係好幼嘅啫。嗯。咁基本上你係可以做到成個全屏嘅效果，即係全屏嘅效果喺嗰個大電視上面有啲咩好處咧？首先就係話。你睇電視嘅時候咧，冇咁容易俾嗰個邊框咧，令到你個視覺上咧，好似有個框死咗個效果啊。咁你睇落去咧，就好容易咧，就冇咗嗰條邊嗱。即係譬如舉例，你去戲院睇戲，熄曬所有燈，你唔會見到條邊噶嘛。咁所以咧就比較融入到你嗰個家居環境。其二就係咧，當嗰部電視其實你唔睇嘅時候咧，因為始終75寸或者85寸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尺寸。咁好多人都好concern就話：咦，我屋企擺部咁大電視喺度，會唔會好有壓迫感啊？即係唔開嘅時候係嘛？即係咁大塊嘢積喺度。條邊薄咧，令到你感覺上嗰部電視咧係想細好多，即係譬如75寸，
哦，可能等於我哋平時睇緊一個65寸咁樣嘅機身，咁你變咗你視覺上咧，就算你買到85都好啦嚇，咁其實咧就唔係好感覺到好逼，同埋呢個Q950TS 咧，即係都係建議大家用掛牆嘅。點解咧？因為佢個機身後邊係平背嘅，咁如果掛牆嘅時候咧，基本上你係可以貼曬埲牆嚟裝，咁你望落去咧就更加減少嗰個壓迫感，同埋你貼牆裝啦，一般你嗰個電視櫃其實講緊可能都一尺或者一尺半啦，有啲大啲嘅電視櫃可能講兩尺深，如果你咁樣貼牆裝咧，其實你嗰個可視距離咧，淨係呢度你都偷咗尺半位噶啦，係嘛？咁就算嚟講就話你可以睇大啲，原本你裝到65寸嘅位置，當你咁樣掛牆而佢係貼牆咁裝嘅時候咧，可能你係可以裝到75寸。哇！75。係啦，咁當然8K電視嘅75寸咧就唔係好誇張嘅，原因就係8K電視嗰個可視距離嗰、那個計算方法咧係比4K 電視再縮一半嘅。即係可能平時我用6尺嚟睇4K 可以睇到65寸，咁但如果我用同一個距離睇8K 咧，其實我真係可以睇到75寸嘅，係大啲嘅，係啦，因為佢密度夠啊，咁其實你好近睇咧都冇乜大問題。明白。咁今次呢個電視啦，佢即係條邊啊咁薄啦，但你會見到佢好多啲窿喺側邊嘅。佢今次咧就將嗰個電視嘅喇叭咧就藏咗喺嗰個屏幕側邊呢個邊位裏邊。係。咁基本上咧就佢個電視嗰個喇叭咧就會有6隻嘅，係啦。睇先啊，我開翻呢、這個，開翻條片俾大家睇下。係。6隻啦，我記得佢從後面，佢機背都好似係有喇叭嘅。係啦，佢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啦，咁佢今次咧就有一個叫做 OTS Plus 嘅功能咧，呢、這個都想即係特別同大家講一講嘅，因為現場聽咧，其實嗰、那個環繞聲咧，或者我哋唔好叫環繞聲咧，因為佢唔係真係我哋好似 surround sound 啲聲會真係走後嘅，而係你會睇到嗰個主體嗰個聲音咧，係會喺個屏幕嘅位置咧移動嘅。哦。即係嚇，係啦嗱，譬如你一見到佢嗰個電視機側邊會有發聲啦，頭頂即係兩個角位都會發聲啦，加埋平時電視機底嗰兩隻主喇叭啦嚇，咁佢就係有6隻喇叭嘅，咁即係呢佢亦自己叫係4.2嘅陣式，即係中間下邊嗰兩隻咧其實低音為主嘅。咁啊，主要中高音咧就喺兩邊同埋頭頂兩個角出嚟。哦。咁你就會見到咧，如果有一啲片佢有啲物件喺度移動啦，譬如可能係賽車嚇，或者一啲運動嘅節目咁啊，咁佢你會見到物件喺度喐嘅時候咧，其實啲聲咧就會跟住嗰物件嘅位置咧，你會聽到佢咧跟住移動。嗯。咁呢個移動嘅效果咧係會比傳統我哋睇電視出嚟啲聲咧就明顯好多嘅。哦，電視始終都係傳統電視就始終都係得2個喇叭。係啦，係啦，咁佢好明顯做到個移動嘅效果。咁呢個同之前可能其他牌子嘅電視啊就有啲唔同啦。其他牌子嘅電視咧，佢可能之前就模擬多個中置喇叭嘅效果啊，做到好似電影Dolby Atmos 啊或者 DTS 啊咁5.1嘅效果。但呢個佢明顯係玩緊另外一樣嘢，佢玩嗰個移動嘅聲音，而佢係唔需要咧兼容，譬如Dolby Atmos 啊或者 DTS 嘅，即係我就算睇普通嘅節目都好啦，或者普通一條 Netflix 嘅片都好咧，都可以做到呢一種效果。哦，就唔一定係要條片有Dolby Atmos 先得喎，咁樣佢就唔使。咁啊，你即係多啲片用到嘛？聽起上嚟就會開心啲啦。係啦，咁呢個就係都一個幾明顯，即係今年嘅8K 或者佢4K QLED 咧高階型號咧都有呢一個功能嘅。嚇，咁就呢個係聲音嗰個分別咯。係。咁呢樣嘢就我覺得係，如果喺比起其他牌子或者即係過去 Samsung 嘅電視嚟講咧，其實 Samsung 即係今年唔係淨係喺嗰個畫質上面。
做功夫。咁另外一個咧幾比較特別嘅就係嗰個 Multi View 啦，係啦，呢個我睇下有冇個 demo 俾大家睇下先。Multi View 嘅功能即係將你嘅意思就係將手機上面嘅嘢或者平板上面嘅掉上去噶啦噃。係啦。係。咁究竟？其實你喺上次喺美國嘅時候有冇睇到？我試過嘅，應該我試過嘅。但係嗰陣時你講嗰個 Multi View 嗰、那個。即係呢 Multi View 呢樣嘢就應該其實呢個等於我哋係 Mirror Class 啦，即係過往我哋電視好多都有㗎啦 ，Mirror Class 咧，即係你手機撳個掣就去鏡射咗去個電視畫面度啦。但係今次個好處就係話咩咧？我哋以往玩Chromecast 好，玩 Mirror Class 好咧，或者 Apple 嘅 AirPlay 都好啦，你手機一撳掣咧，電視一出個畫面咧就是、full screen 嘅，成個畫面抌曬過去。咁今次玩 Multi View 咧，你會見到有時好似電視上面咁樣咧。其實你本來電視節目睇緊，譬如個電視機左手邊，你睇足球嘅話咧，嗰個足球嘅畫面咧係保留咗喺度嘅。係咯，即係picture 喎，即係同埋 picture 白片，應該係兩啲分割。佢可以教嘅，佢可以教嘅添。可以教添。係啦，嗱，譬如你而家。現在你眼見啦，而家呢個就一個 close up 啦。你而家睇緊一個 full screen 嘅足球節目。好啦，當我而家開始攞架手機出嚟撳掣啦。等陣咧，你就會見到咧，佢會收到手機個畫面啦。嗱，有人想 request 係個Multi View 過嚟喎，咁樣咁就會批翻啦。我 fast forward 先。係啦，哦，咁應該即係要啊。都要操作嘅，都要用你又示範俾我睇，嗰個人擺明佢就唔熟啦。即係有啲 error 嘅，係啦。嗱，示範呢。嗱，咁樣嗱，我哋由呢一秒開始睇。頭先嗰啲 error 咗嘅。哦。嗱，咁你一撳咧，其實你就可以好快，你會見到嗱，佢就抌咗個電視手機嘅畫面。你個手機係你打直揸住部手機嘅時候，佢就打直嗰個手機畫面啦。跟住你打橫揸嗰個手機咧，佢就打橫畫面。打橫畫面咧，你就會見到二分割啦。咁二分割嘅時候咧，其實你揸住電視嗰個遙控器咧，你就可以 call 翻呢條 menu bar 出嚟。喂，我二分割邊個大邊個細，又或者係畫中畫搭上去，可以喺電視機度揀嘅。咁呢個喺以往我哋玩Mirror Class 啊、AirPlay 啊、Chromecast 度咧就冇得咁樣玩。喂，但我中意頭先最初嗰個直到嗰個，即係我喺我隔離，我個視線就係望住電視機，嗱我左眼咧就睇波，右眼咧就碌手機。哇！咁呢個 Multi View 嘅功能就我覺得好實用，因為尤其是而家好多人都好多內容啊。好多 video 嘅內容其實係喺手機度嚟噶嘛，唔係電視機度嚟噶嘛，咁我就將我手機任何嘅畫面咧，我都可以掉上去，我唔一定要嗰、那個手機 app 咧，要 support Mirror Class 啊 ，support Chromecast 啊，或者 support AirPlay 咧，先可以掉上去。任何你畫面嘅嘢都可以咁樣掉上去，而咁樣掉上去嘅時候咧，你可以控制到佢大與細。咁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呢個 Multi View 咧就仲有一樣嘢可以玩嘅，咁咪暫時未得嘅就係、是、咧，Martin 可能你試過就係將個手機咧拍埋佢部電視嘅時候就會自嗱頭先示範就要撳掣啊，咁啊撳錯掣啊，係嘛？即係搞輪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 Samsung 嘅電話。或者不是 Samsung 的電話，即是有 NFC 的電話，即是這裡講是 Android 手機，因為 iPhone 的 NFC 都是 proprietary 未開的嘛，任何有 NFC 的電話在稍後我想五月份到，即是 Samsung 那邊跟我說五月份到它的電視就會有新的 firmware update 的、oh. update 完之後呢你拍下去個電視機的位置呢就可以做到呢個 Multi View， 就唔需要撳掣。咁佢講咗俾我聽，如果係 Samsung 電話配 Samsung 嘅電視咧，就拍電視任何一個位得㗎啦。咁、哦、如果你唔係 Samsung 電話，你係普通嘅 Android 電話有 NFC 嘅話咧，就要拍翻電視機 NFC 嗰個 receive 嗰個位。
係啦。但如果你係 Samsung 電話加 Samsung 電視就左拍左拍右都冇問題㗎啦。求其敲一邊。係啦，咁佢就會自己升嗰個 Multi View， 咁啊相當之方便嚇。但係個 firmware 就五月先有，係啦。都快嘅。好快啦，而家都四月啦。係啦。因為你頭先講嗰樣嘢，話我睇即係我試過咧，嗰陣時咧就係喺 CES 嘅Samsung 嘅展館入邊咧，佢又 show 咗一隻叫 Servo 嘅電視機，係啦。咁 Servo 電視機有咩特別咧？就係講頭先咧，我哋可以咁樣拍啦。拍完之後咧，我電話如果係用緊直導嘅模式嘅時候咧，即係平時我用手機嗰個小模式嘅時候咧，嗰部電視機咧係打直嘅。係啦。當我睇片打橫嘅時候，畫面呢部啦就係部 Servo 啦。係啦。係啦。咁呢部咧都特別嘅，要特別同大家講啊，因為我好有印象就係，譬如你喺 CES 上次掉咗啲片翻嚟啊，或者你份稿 send 咗翻嚟，喂我，妖呢部嘢點賣啊？係，即係咁無聊嘅。你呢個諗法咧，我喺嗰陣時咧，我都覺得，唉，點賣？點啊嗱，你會見到哦，佢會自己轉做打直嘅。點樣轉咧？其實就好似頭先玩 Multi View 咁樣，當你嘅手機拍咗個電視啦嚇，即係 send 個信息過去電視嗰度嘅時候咧，佢就會播你手機畫面啦。你手機打直嘅時候咧，佢就會跟你手機打直。你手機打橫的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快咧就會轉翻橫，咁啊去轉嘅。咁啊嗱，我都有問啊，即係譬如當日我個問題嘅，我尋日就有問翻 Samsung 啦，即係喂呢格嘢嗱，首先點解有咁嘅概念啦？咁啊，我覺得好玩啦，我覺得就當日點答你啊？當日當日我好似冇問，冇問，我就覺得如果我係有個主人套房嘅，我就會買啦。係啦，咁我就第一件事我，咦，香港你會翻喎？點解咧？咁樣嚇，咁我問啦，咁你針對咩客户群咧 ？Home user 定係商業？因為我第一次睇。喂，擺商業 display 一流喎，係咪先？做直導，做 demo， 或者我有啲 app 要推介，就打直。app developer 係啊，咁又唔係啊？呢部嘢其實都係針對家用嘅，就唔係商用嘅咁樣。咩家庭咧？跟住我話家用點解要咁樣用咧？咁佢係講咗一個 case 俾我聽，就話其實有好多嘅啲 studio flats 啊，即係嗰啲我哋叫咩啊？蝸居啊，暴屋。嗰啲蚊型樓啊，縮水樓啊，嚇啲百零尺嗰啲，我用個靚啲嘅字報屋。咁其實就唔會好似我哋自己屋啲舊式嘅屋企頻層設咧，又電視櫃啊，又5.1啊，掛部電視喺度，有 sofa 啊咁樣。咁由佢都盡量一件好簡單嘅裝置。而第二樣嘢就係，其實而家啲後生仔咧，尤其是如果你一個人住咧。你都是用你的手機做你的娛樂中心的了，即是不會是。睡在那裡又看片，就手機看。不會是看天線收的節目的了。天線收看天線收可能看99台。看串流啊，99台都上網看 App 多，我都是。不會跟時間表看99台，都是看 App， 看重播。當你那個內容很多是由手機來的時候，其實手機越來越多的內容是打直的，那傳統的問題就是說，當你用一個打橫的電視播打直的手機內容的時候，好像剛才我們玩過 MirrorCast， 你就可以動一下，或者其他的位置播一下其他東西，但如果不是的話就很浪費，而且很小，就算你一個50寸、49寸或者55寸電視好咧，其實得個20多寸係播緊你個畫面嘅啫。係啊。咁但係呢個Servo 咧，咁就可以咧 full screen 咧播一個直導嘅內容。幾過癮啊！嚇。咁所以佢哋就話係針對呢啲小蝸居啊、暴屋嗰啲呢啲一個人住嘅後生年青人市場。係啦，後生仔嘅市場，即係佢哋已經係好習慣係打直睇。哇！咁樣玩睇片啊 ，Mario Kart 應該幾過癮。手機版，我玩 V， 我玩 Switch 版咧就扭翻還啦。係咯，我玩手機版咧，但係你個控制喺翻你個手機度啊嘛。係啦，咁你唔可以，因為我尋日咧好有個錯覺咧，就係我去掂個手機，掂部電視啊 ，touch 部電視啊。
係啊，所以咧就有好多時候有呢個嘅問題，但係好用嘅，同埋佢唔算貴，即係佢香港賣佢而家係一個43寸啦，同埋佢部機本身係 QLED mon 嘅，嗯，啊，即係大約等於Q70嗰個級數啦，嗯，係啦，咁佢呢部43寸嚟嘅，連埋下邊個座咧。是一個有重低音的一個喇叭嚟嘅，基本上你整合咗三巴入邊，你係唔需要再買三巴或者唔需要買一啲音響嘅系統啦，你純粹攞佢嚟聽歌都 OK。哦，咁佢部電視個底係有轆嘅，即係如果你間房好細或者你個廳間屋好細啦，你可以喂食飯我就扭埋去食飯嗰邊睇啊，推埋去食飯嗰邊睇啊，係咯，哇，瞓覺又推去瞓覺嗰度睇啊，咁樣係咯。啊、即基本上佢冇嘢接嘅，大部分你都係行 WiFi 啦。係。基本上都係條電線嘅啫。係啦，咁樣。咁個價錢就大約15000內咯。咁其實個價錢都唔好啊，因為佢好一個新科技咧，而好似好貴，其實都係一個算係好大眾化嘅價錢。Affordable 啦。係啦，即係佢 list price 15000啫，大家出去都知咩事㗎啦。即係有啲相宜啊，有啲上。即係起碼你唔會去到17000-18000。即係唔會話一開始哇好靚，跟住買唔起，唔係咯。其實件事都係易入屋嘅。係咯。係啊，咁所以呢部機都有佢嘅特點喺度。咁當然今年都仲有其他啦，譬如佢嘅。QLED 嘅 4K 啊，或者佢今年嘅平價嘅 LED 啦、啊、都做咗啲特別，譬如佢改咗名叫Crystal HD 啦，咁嘅就比較low end 或者即係性價比比較高啲嘅一啲電視啦。咁另外佢今年個 The Film 即係嗰個畫框嗰個電視都有新版嘅。咁今年個 The Film 咧都。特別嘅原因就係以往 The Film 嗰條 line 咧，其實就用 LED。而家佢 QLED 咁今年就改用 QLED， 咁個價錢都唔係貴，即係譬如55寸都係講緊都唔使20000啊。咁啊，而家有啲人話我想擺喺屋企當一啲陳設嘅，即係 The Film 就同個 The Shadow 就好唔同。The Film 咧，我諗係一啲大家庭咧，唔睇電視我當畫掛。係咯，但係 The Shadow 就係啲一個人部屋，仲可以播畫添。係啊 ，The Film 係。咁所以就如果你係對畫質要求極高嘅，咁直情上8K 啦，冇錯。但係變咗，如果你有啲電視，我係因應屋企個情況，我想當畫掛有對 film 啦。好似我想自己玩嘅就係呢個The Shadow 啦咁樣。咁所以今年嗰個Samsung 8K 電視，即係 Samsung 電視2020嗰個 line 都幾多嘢玩嗰只。咁啊，只不過就今年冇一個好大型嘅。記者活動啦，所以其實啲批電視咧，部分型號咧落咗場噶啦，已經。哦，即係賣得。係啦，即係4月落賣咗街噶啦，或者如果你某大 A 字頭嘅電視，係啦嗰間咧，咁其實有 demo 睇添嘅已經，係啦，咁所以你可以即係有興趣，即係今年換部電視，成日屋企嘅，不如換部電視啦，咁嗰啲朋友咧可以落去睇下咯。喂，如果唔換電視咧，太大。有啲咩換啊？換得揾啲上手嘅嘢換啦，好冇？即係你有錢咧，即係一定有辦法使嘅。係咯，咁啊，電視又加消費啊嘛。係啊，使親都金添喎，真係好恐怖。使親都金添喎，真係。嚇，咁啊，電視就係家庭嘅娛樂啦。咁啊，後生仔其實咧，另外一個消遣，即係除咗買 Switch 之外咧，就都有個位使錢嘅，就係一啲個人嘅音響產品啦。好啦，我又要轉一轉個壇啦。係啦。可能呢個咧，可能要撳翻著佢先。好，阿同事係二號仔啊。係啦，二號仔定三號仔咧？我都唔記得咗。係啦，我哋好得唔得？畫面有冇嘢睇啊？好啦，二號三啊。好，唔緊要，講住先。三號仔。係三號仔，得啦。好。有冇畫面？有咩？係啦，嗱，咁我哋咧就整咗個。top shot 嘅 screen 咧，上個禮拜拍到即係瀨曬氣咁，所以整咗咁啊。今個禮拜想講一樣咩咧？就係呢個嘅，亦都係尋日啦、前日啦，咁啊 Sony 咧就出咗個Just Ear 耳機啊，着咗，係啦，好，就呢個啦，係啦。
呢個 Just Ear 耳機啊，咁就有個新嘅版本嘅改版啦，咁樣。咁呢耳機咧就過去我哋都有，哎呀冇電添。哎呀冇電喎，我哋。有冇緊要尿袋？我哋有嘅。好，我哋繼續講住先。好，我講住先。係啦，咁呢個耳機咧就Just Ear 啦，咁啊新版，咁啊其實之前咧我哋都出過 Michael。係啦，咁我哋之前咧都寫過兩個版本㗎啦，咁啊第一個版本咧就係有三個調音啦，即係你訂嘅時候咧，這個咧就 Sony 嘅即係第一隻咧叫做可以調音嘅CM 耳機嚟嘅，因為 CM 耳機咧咁啊好多人都其他牌子就已經有啦咁樣，咁啊 Sony 咧就係舊年第一次出啊。咁Sony 嘅調音耳機咧就同其他有啲咩分別咧？因為其他嘅調音耳機好多時都係做個耳模嘅啫啊。咁但係 Sony 今次咧就即係除咗個耳模之外咧，仲可以俾你揀你喜歡，即係有三種音色咧俾你去揀嘅嚇。咁幫你調翻一個你平時譬如你都要聽中音人聲厚啲啊，又或者係高音重多啲啊，低音多啲啊咁樣，咁俾你去揀翻你喜歡嗰種音色。係啦，好，跟住我哋都係因為呢個技術上有少少，呢個冇電，好，唔緊要，咁咧，係啦，因為只有試一隻 USB 號，得唔得？好，有嘢睇，好，得，可以過翻嚟啦，亦都唔得喎 ，USB 號，冇電啦，咁就。好，唔緊要。我哋照講啦。係，我照講啦。係啦。我哋神推啲 cam。好，係啦。嗱，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比較啊，開始去翻呢度，接得得。係啦，咁呢個咧就新個版本嚟嘅。呢個新版本咧就佢個調音咧就冇頭嗰兩個版本咧。去俾你揀聲，因為頭嗰個第一個版本咧就有三隻聲俾你揀啊。咁第二個改版咧就係一個叫做Lisa 嘅特別版，係啦。咁Lisa 特別版咧就係喺日本啦有一個聲優啦，即係歌手啦。咁啊佢唱好多啲動漫嘅歌嘅係嘛？係啦，動漫嘅歌嘅叫 Lisa， 咁咧由佢去調音。咁佢嗰個 Lisa 特別版咧，就比較係中係啱聽一啲流行曲嘅，即係比較爆一啲嘅嚇。好啦，咁而到呢個第三個版本咧，這個版本咧就係一個比較再特別啲嘅版本。這個版本咧就係咧俾呢個啦 ，ESX507 咧，即係呢個咧啱啱舊年年尾，即係今年主打嘅一個中價位嘅 Sony Walkman 啦嚇，配合呢一部機咧去做個調音。為什麼今次我就會特別說呢，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耳機本身的價格，這個價格呢其實是19,000元，其實都是一個比較貴的耳機啦，但是這一部的 Walkman 說的都是6,000元左右的水平，即其實你會看到以一個 Walkman 的DAP 三倍的價錢去配一個耳機，咁而成套機咁樣賣咧，就大約係24,000元左右啦，23,000幾咁樣啦嚇，咁樣嘅一個組合。咁有啲人就會問啦，喂譬如我自己早兩日就將呢個 review 就簡評就擺上 PCM 個網站啦，咁亦都有讀者咧留言就話，喂會唔會係心理作用啊？攞一部咁貴嘅耳機嚟包一個咁樣價錢嘅 Walkman 咁樣，有啲即係好似觀音頭掃把腳咁樣嘅情況喎，咁樣如果從價錢上面會係，同埋即係我哋過往嘅常理咁樣，如果我係玩呢啲咁樣價錢嘅耳機咧，其實未必會配呢一個級數嘅 DAP 嘅嚇。咁但係咧今次咧就點解會特別講咧？嗱，原因就係咧我哋都自己試過啦，譬如攞咗呢個ESX507 啦嚇，咁呢部機咧，其實早排我哋試呢個 Move 嘅24bit 咧，就攞翻嚟啦咁樣嚇。咁另外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有一部咧，這個咧係Hybe 嘅R6 Pro。咁呢部咧就亦都係同價位嘅，即係大約6,000元嘅 Android 嘅 DAP 啦咁樣嚇。咁兩部機咧
都有呢個 4.4mm 嘅balancing 嘅調音嘅嚇，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兩部機都有啦，呢個 4.4mm balancing 調音。喺過去我哋試呢個507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如果你 A B 比較咧，以往我哋覺得我自己覺得啦嚇，尤其是上次聽呢個 Move 24bit 嘅時候咧，會覺得Hi-Bi R6 Pro 咧嗰個聲咧係比較放啲嘅，去得個動態啊，成個層次啊都會做得比較爽啲同埋好啲嘅嚇。咁 Sony 嗰部咧就比較感覺上比較文啦，同埋即係比較平啊，成條即係成個動態比較淡一啲嚇。咁如果要同價位咧，嗰陣時咧我自己 comment 就係、是、咦好似R6 Pro 抵玩啲喎咁樣嚇。但係咧今次咧攞咗呢個耳機，即係呢個專門俾佢調音嘅耳機出嚟呢隻時候咧，成件事就唔同咗啦。如果我哋用 4.4 啦，因為其實呢個耳機點解會今次同呢部機做調音咧？就係、是、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部機咧，今次即係呢個耳機咧，今次咧主要係用咗個 4.4mm 嗰個 balancing 咧，嗰個電平輸出咧去做個調音嘅。因為 4.4 嗰個電平輸出咧係會比較大嘅，咁啊變咗成個推力咧就會唔同咗。咁所以咧今次咧就要特別再去調過呢個音嚇。好啦。如果我用 4.4 同一個耳機出到嚟咩事咧？喺翻 Sony 呢一部507咧，啲聲咧成個感覺係唔同咗嘅，即係成個聲嘅性格係唔同咗嘅。佢變咗好舒服啦、柔和啦，個底噪好靜啦，基本上你哋聽得好舒服。高音有人聲好清，空氣感好齊。低音不算很重，聽慢歌啊，或者聽一些音樂咧，輕音樂咧，這個是 很舒服的。但同一個耳機咧，你去翻部 Hi-Bi 度聽咧，你覺得咧啲層次是有少少混亂嘅，即係高中音是有少少炒埋一碟啊，同埋個人個高音咧係有少少炒耳嘅。而最抵死一樣嘢就係咧。我聽 Hi-Bi 用呢一個 headphone 咧，我會聽到以前有啲聽唔到嘅聲嘅，即係譬如一啲錄音嘅時候，可能係一啲譬如一啲鋼琴嘅音樂啦，我會聽到一啲鋼琴琴鍵敲木嘅聲嘅，即係好多啲細微得好緊要，但係啲雜聲咧喺個錄音度咧喺度聽到出嚟，咁。不是話唔好嘅，即係其實如果你聽到咁細微、咁細緻嘅聲，其實係好玩嘅。但係咧，我就會覺得就比較亂啊，成件事即係可能成隻歌啲錄音啊比較亂。咁反而用 Sony 咧就好舒服、好清，同埋就好乾淨嗰種感覺。咁所以就好唔同。所以呢度亦都即係解釋翻俾大家聽，喂會唔會真係有啲觀音投數把腳啊？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平時都唔係玩開呢個 budget 嘅 headphone 嚇，當然唔可以咁樣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捨得玩呢一個 budget， 而呢一個 budget 係講緊如果個套裝24,000，我用一個貴 headphone 配平耳機，貴 headphone 去平嘅 DAP， 還是係用翻一個可能我買翻個貴啲嘅 DAP 配翻個？平啲嘅 headphone 咧，即係可能balancing翻，可能10,000蚊嘅 DAP 配翻個10,000蚊嘅 headphone 咧，即係兩種組合其實就即係呢俾個好特別嘅經驗喎，就係話其實貴 headphone 咧，如果你夾到機好似咁樣配法咧，其實唔係唔好嘅。咁但係如果你呢個 headphone 攞喺其他耳機上邊咧，就未必係最好嘅情況。所以如果佢 Sony 話好強調佢今次係為咗呢一部機去調聲咧。我都好相信咧，就真係係落咗一啲功夫落去，令到佢咁樣係一個 perfect match。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我買個耳機唔係淨係聽寫部機喎，如果將來我想聽下其他機嘅時候得唔得咧，或者係咪一個最好嘅效果咧？咁呢個咧就有機會咧，未必係最好嘅情況啦。係啦。嗱，咁今次呢個耳機咧就除咗呢4.4mm咧，咁亦都可以配翻一條即係3.5mm嘅線嚇。
咁誒呢條線咧就你訂呢個耳機嘅時候咧，一般而家呢個因為佢係一個 CM 耳機啦，咁你就去一啲專門店啊，或者係可以有訂製服務嘅一啲耳機嘅店鋪咧，都可以落 order 去做，咁佢都會同你做個耳模啊，跟住寄翻個模咧去日本咧幫你加工，大約一個月到咧你就會收到呢個耳機噶啦。咁喺訂耳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揀就用4.4mm 嘅線啦，或者係3.5mm，佢就唔會兩條俾曬你嘅，就是但一條嘅啫。咁如果你要要埋另外嗰條咧，你就要加錢啦咁樣。咁就你話兩個 headphone 會唔會有即係兩條線會唔會有好大分別咧？嗱，如果喺呢個EZS507下邊咧，兩個頭嗰個分別咧，其實都大嘅，好明顯地4.4咧嗰個輸出嗰個力水咧，同埋嗰個左右聲道嘅分隔啊、層次啊，係好啲嘅，即係好清楚聽得到嘅。你聽完4.4，你聽翻3.5咧，感覺上係冇乜力嘅，嚇係有呢個分別喺度。咁當然其實而家4.4都開始係主流啦，因為除了 EZS507 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國產嘅 DP 咧都開始加咗呢個4.4嘅耳機嘅輸出喺度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真係投資買一個貴價或者高級嘅耳機，或者係可以換耳機線嘅耳機嘅時候咧，呢條4.4嘅線咧，似乎就走唔甩㗎啦，即係都應該要備有喺度㗎啦。嚇咁啊，將來去轉戰去呢個4.4嘅市場啦，我覺得 OK 嘅，係啦。咁只不過就係呢個耳機咧，一個比較特別嘅感受就係話，佢夾呢個507出嚟嘅聲係尤其地好。只不過就係你將來如果夾其他耳機咧，就有啲可能好奇怪嘅情況出現，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可以去翻即係專門店啦，去試一試呢一個咁樣嘅組合啦，究竟係咪啱你嘅心水啦？好，咁啊，今日試咗幾樣嘢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有問題嘅，可以喺PSM Facebook 下邊呢一條片下邊嘅留言區嗰度咧問翻我啦。咁我會答翻大家嘅。好，咁啊，今日嘅節目嚟到呢度啦。咁啊，都分享咗幾樣嘢啦。咁如果多謝大家嘅收睇啦。好，拜拜。